好，我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说哈，下列的图画纸啊，这个是图画纸，啊，这是地面，它是重物压下来。好，他说外形结构不同，但是高度了、长度了均相同，那哪一种承受的压力最大？好，我们想假设哈，这个每一点啊，它接触面的面积一样，哦，接触面的面积一样。那么呢，这里所受的那个接触面的面积有三个，这里有五个，啊，这里两个，这里三个，那我们晓得哈，这个图画纸哈，它所说的压力 P 哈，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这个物体的重量，啊，除以什么呢？除以那个图画纸哈。与这个物体的那个接触面积 S， 那图画纸与物体接触面积哪一个最小？这个最小，啊，因为这个是固定的，哦，这是一样的，这面积越小的话，这压力就越大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C 啊 ，C 所承受的压力最大，所以这里答案应该选 C。